的确，从过去以来，我们从来没有在彰山选区面对这样子府院党的强攻哦。那我相信哦，就是所有的基层民众都非常的就是震撼，那也非常感谢在这么艰苦的过程当中，所有基层的所有的人民跟依凤共同站在一起，我们一起为彰山的建设，为我们彰化的发展，为台湾的未来共同打拼。那这样子美好的仗我们共同打过，那未来我们应该要持续的来重视民众的问题，不应该永远在关注的如何赢得选举，而是选举之后怎么样子为地方的发展，为台湾的未来共同来努力。